爸爸怎么知道王海明的微信？还不是趁我睡觉了，他从我手机里找出来的。要不然今天就跟他讲了吧，这事也瞒不住了呀。要讲你去讲哦，我可不敢讲。我要是讲了，你爸爸、奶奶、姑姑能让我安生吗？我不敢说，那怎么办呀？先不要着急，不然你可以让小王先给他回个微信，就讲嘛，这个他家里有事情来不了了，好吧？这倒是个办法，那我不跟你说了啊，先挂了。进来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发你的资料，你看了没我还没来得及。啊？啊？这太不像你了，你平时工作的事都那么积极的。还不是因为我爸的事儿。那个王海明，嗯。你可以帮我一个忙吗？我就知道。没问题，我们是同事嘛，对吧？本着这个互助互利的原则，我就再帮你一次，做一回你的男朋友。你不就是想让我做男朋友，陪你回家过年吗？那个，其实哎呀，我是行了想行了，你跟就不用说了，大家都是这个年纪的人都明白的，对吧？在家里被家里人催婚，我懂的。我正好也不想回家过年，家里亲戚太多，在耳边唠唠叨叨，烦都烦死了。这样，我今年就跟你回家过年，好吗？但是有一个事儿，咱们提前沟通一下啊。这个，一路上你得对我态度好一点，你不能像以前那样。我也要面子的。来，哎，小王啊，你第一次到我家来，不要客气的。好，来喝一杯。好好好。哎，来吃，来，吃啊！不要客气。哎，黄酒没有度数的呀，小王，侬要好好对我们家侄子，要不然的话，我们大家都饶不得你哦。哎，来来，好好好，干了。干了！给！哎，都是菜呀！啊，小王啊，来，吃点，吃点！侬勿要讲，坐下。哦，姐姐不一样了吗？哎呦喂！大家看啊，我们囡囡啊，开始心疼女婿了。哎，妈妈，你看啊。你孙女胳膊肘往外拐嘞，管得好！哎呀，来，吃，来，来，好，多吃点啊，多吃点。哎，好嘞。哎，我要三万有没有？哎呦！你们家菜真好吃，是吗？你们家人也挺好。那是你对他们不了解。他们像你，你最好。现在没看我们，不用装。没有装。